财经领导。欧阳龙的唱片收藏让众人大开眼界。黑胶唱片，您有收藏蛮多张的。多少张啊？黑胶的部分大概5000多张。哇，说到黑胶唱片，我比张志伟还早一点。我也有。哇啊！那就打败所有人了。林姿佑的奇特珍品，打破节目价差最高纪录。盘子也看过一些了，但我没有看过像这样子的。这个看起来强大哎。2000了，你知道自由姐的那个底价是多少吗？自由姐大声的讲出来。等一下，你们怎么最多的？每个人家中都有一些宝物，但是你可能把那些宝物当作是废物。不管是宝物还是废物，再来我们这边都有机会变现金哦。欢迎收看五花八门金银岛。刚刚比二，你要说比二，少一门，少很多门。因为我就没人注意你吧 ，OK？ 我们今天呢，依然会有一些这个，今天听说今天也有一位来登岛的游客，非常的 special 哦。当然了，我们先欢迎我们的 Super 八爷，欢迎你们。欢迎。今天我们邀请到，除了是时尚造型师，也是芭比娃娃达人的林火鸡，台湾唯一制造陀飞轮表的古董表专家王靖龙，珠宝鉴定师，宝石博物馆馆长李成伦，蔡佑碧，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唱片行店长、黑胶收藏家毛仁杰来到节目上，一起登岛估价哦。那一天呢，是我们非常有智慧的超级智囊团龙哥，欢迎大家好。而今天一样在我们智囊团首席欧阳龙的带领之下，提供卖家们最专业的资讯。今天第一位呢来登岛的游客，就跟我们龙哥关系匪浅，而且最近是非常火红的话题人物。对，他抛了一个东西之后呢。粉丝团瞬间就40万，我能努力的半天才14万，引起超多人的一个模仿的这个效应。我当时也模仿了，我就放了2000块在身上，说哎，我捡到2000块，然后很开心这样。是，就是上了一个小小的心。这大家都知道是谁了，讲到这里。好了，请欢迎欧阳子明，欢迎。就拿着这个是要怎么样？就是呢，我今天来这边把我的东西。要看谁要竞标，然后我们竞标到的钱，我就要捐给门诺护理寿方医院之家，然后募款。哦，好棒，感人感人。那1月4号呢，我们有一个音乐会在真理堂，然后欢迎大家来。这是一个慈善的音乐会，对对对，是为了门诺。买票的钱全部捐给门诺。太感人。你不只是有上次那个新闻，他还有去职棒的开球。其实那个新闻之前，你就有去帮职棒开过球。对，我们来看这个影片，像女神女神的一面。用我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耍宝了。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播？原来后面有这么大的惊喜。对，我看了我觉得很棒，很有创意啊！而且就是女神才能够受邀为棒球开球。对，其实一路以来，其实几乎找这种女神等级了。对啊，对，所以你今天你有要带你的收藏品来吗？有。我们先来看一下，可爱的妮妮会带什么收藏品呢？今天欧阳妮妮带来的，除了有她最爱的卡通玩偶收藏外，还有一只对她来说可是很有意义的熊玩偶。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么喜欢泰瑞呀、啊？超级喜欢的，所以这只鸭子叫泰瑞鸭嘴兽，它是一只鸭嘴兽。飞哥与小佛这个电影里面，还有这个影集里面，你知道飞哥小佛是我跟阿天配音，所以他是哪一个？他是飞哥还是小佛？他是鸭嘴兽泰瑞，你配的，我是配的小佛，就是他一整集大概只讲一两句话，他不会讲话，所以因为你说的飞哥与小佛我看过，那我想说怎么好像没有他，所以他是特务，他是里面的宠，他平常在家里是一个很平凡的一只鸭嘴兽，就长这样，装平凡，然后呢他就突然会变身成一个特务，就长这样，对，现在非常红。
对。那你为什么特别喜欢他？不觉得长得怪怪的吗？不是，不是很可爱。他平常在家里是宠物，然后他突然可以变身哎。所以是跟你的心情是一样。平常在家就我是乖乖的你，你爸爸一走就哇。应该不会吧？所以对，刚刚忘了问龙哥，嗯，因为之前就是看蛮多新闻都在讨论说你女儿究竟可不可以谈恋爱这件事情。对啊，因为你现在这样好漂亮哦，好美哦，窈窕淑女，你知道肯定。Selina， 你几岁谈恋爱？我是遇到我老公。老师是。哦，我懂了，好，知道。我是建议大家，其实事实上十八岁可以。他现在刚好十八哎，还没有，还没满。明年三月。对，还没满。为什么十八岁？因为我有道理的。因为第一个，身心成熟了之后啊，看到的男生或看到的异性，才是真正你会心里喜欢的。那如果说你的 under 的十八岁以下的时候，那只是 popular， 那是挚爱，纯纯的爱，也许不是你真正喜欢的那一型。那你身心成熟了之后，看到那个样子，你会真的去喜欢。即使将来两人没有结果，也是一段真正你跟你爱的、喜欢那个型的男人度过一个很美好的时光。所以如果他真的十八岁一生日一满的，第二天就说：“爸爸，我有一个喜欢男人，我带你看他。”OK。绝对 OK。这样十八岁前一天表示是十八岁前交的吧？没有啊，反正就骗一下，就骗一下，骗一下说我今天就是在结婚，当然 OK。生日第二天我就杀到他，我想带回来给爸爸看。对啊，承诺说到做到。你不会去追查说你是不是十八岁以前就交往了？不，那个不用了，那反正也过了。有没有会在意？比如说那个男生的，我不会，跟你一样大，跟我一样大，我随口问的，跟我一样大，没什么意思啊，男朋友。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事情都发生？对啊，但龙哥你还是要回答。那我会建议你选择纳豆。龙哥，龙哥这句话意思就是这是最糟糕的选择。是啊。龙哥，我跟你介绍一下，因为刚刚我跟你女儿就是喜欢的东西都很像。你看，真的吗？这个是我的水壶，好可爱哦，好好。这真的是我平常喝水的水壶。他也十八岁哎。所以没关系啊，你上个月和我们是爸爸。不要这样，纳豆，小心的应该是你。他为什么干嘛这样讲？这很可怕吗？那你有没有就是喜欢什么样的男偶像？我喜欢单眼皮的男生，偏好了，就是韩国系的那种咯。不一定是韩国，可是就是偏好单眼皮。单眼像 Vanessa。身高呢？身高。五个纳豆高，要比我高，五个纳豆高，要比我高。好，我们聊完了，这次我们不见。干什么？哎，那个水壶怎么会拿回去呢？啊，可是我真的这，人家喝过哎，他真的喝过，真的喝过。哦，是真的，怕他真的对不对？好了，这些都是你的娃娃嘛，对不对？收藏。那这个头上这一顶是什么？它就是那个棉被嘛，是一个披肩，就是。温暖，很温暖的皮。可是绿中有一个粉红色，它怎么那么粉红？它怎么那么特别？我要跟大家介绍这只，是我小学毕业前爸爸妈妈送我的。然后它最有意义的是，它有一个录音。我知道，以前在手还是脚这边？在这边，要听吗？好啊。对对，它声音从哪边出来？哦，我是爸爸。我是妈妈。祝你学业进步啊，同学快乐。嗯，要小学毕业了，希望你们溜冰可以溜得很好，每天都很开心，健康的长大。从那时候的录音留到现在哦，你都不会想要自己再重新录，都不小心不会按到。六年前的娃娃。所以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手环，是不是？啊，你今天也戴在手上的。是这个手环吗？这个是什么 ？Pandora。这个女生都超爱的，一定要的。怎么会有这个？这是十七岁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那爸爸应该每一年再送你多一个扣子，对不对？没有，我不会。爸爸一定要。我不要，我不要。你不要，那就是男生送了，爸爸。不是，我要跟你讲，他这个这是一个最 base 的嘛，就是他最基础嘛，啊，一定要有这个手环才能往上加东西嘛。对。那我是期许他说，不管你今天有一天长大成人了之后，你到每个城市、每一个心情、每一个节日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赚的钱自己去买一个加上去，这样你会当你到满满满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人生很丰富。对对，但是今天你要带什么东西，什么赠品呢？我们这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欧阳三姐妹的特别珍宝，荧幕首次大曝光。今天你要带什么东西，什么赠品呢？我们这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
所要拍卖的这件衣服，听说对她们三姐妹来说，可是历代传承的宝物哦。好不像你的衣服哦。对，这个，因为它的领子跟袖子上有一些，对，这个是绣吗？好像感觉像是有点成熟哎，比较像长辈的。你们错了，这件是我六岁的衣服。啊不合理，是你六岁穿的长袍马褂，对 对，这是因为六岁一定等于是穿的是到底啊，它是我六岁的衣服，然后它经过了娜娜，再经过了弟弟，现在弟弟也穿过了，所以你们家就这个衣服在你们家三个小女生15年了，穿了三个姐妹，对，那为什么今天会特别要卖它？没有再晓得啊，这个衣服你的这个卖出去，听说你所得是有对全部捐给那个门诺基金会，然后为老人盖房子。我想是这个 IPP， 这是一个意大利非常有名的童装品牌。你可以看，那这个品牌呢，它。我们如果看到小朋友穿到这样的衣服呢，你都会觉得哇，所有的小朋友都好像小大人一样。对，它有点成熟感。就是从哪里？你为什么一看就知道是这个牌子啊？对，因为这个牌子其实，对它刚刚没外观没有啊。哦，看到里面。那这个牌子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它这个牌子呢，它的价格呢，你几乎都想象不到。它这样一个小朋友穿的衣服呢，都可以跟大人的那种外套啊或者大衣的价格一模一样。现在通常，所以呢，高单价，对，非常贵的。那它可以有一件大衣，三个女儿真的比较划算，一件大衣可能就是几万块的定价。那它其实就是说，几乎是小朋友童装里面的，像我们在讲的香奈儿啦，或者奎仙迪奥啦，像这样的品牌的等级。那这个几乎是台湾很多这种小朋友，他能如果能够穿到这个 IPP 呢？真的是他的爸爸妈妈一定非常疼爱他。哦，好，所以这个我们要请我们这个白尔来看一下，究竟可以出多少价钱哦。我们马上进入两方密谈时间。这是一个，因为今天这个拍卖跟我们的之前的不太一样，它这个主要是公益性质。小孩多大？然后谁？他放到网络上面去。我单身，新的话可以2-3万，对不对？我没有小孩。没有，你们买的话，我基本上可以穿也行。我说你小朋友几岁？我小朋友可以穿。女生，这个很不错。嗯，小学四年级。哦，那很适合他，因为这个颜色也不会太多钱。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当初的价钱，照国际老师的说法是好几万块。对啊，因为那时候你走秀嘛。对啊。走秀，他们就这件衣服就送给你嘛。是。对。那。今天又想要做爱心，当然希望价钱可以高一点点，能够帮助大家。对呀、啊，你有心里的想法吗？对，妈妈走之前有跟我讲。好、哦，妈妈说，妈妈已经有想好，对，那你就对着镜头讲，妈妈说台上2万块。好，一件传承三代的知名意大利童装。欧阳妮妮能否顺利卖出做爱心呢？来，大家说说发言的价钱吧。1、2、3，请翻。4000、8000、4500。李老师，您出8000是因为，而且刚临时改了数字，是不是？对，因为这个，因为他的女儿是我的女儿的偶像，我女儿也拉大提琴，所以小学四年级，我看这你有女儿啊？你干嘛突然吓到了？他生了，是不是？每次他节目上公然把各种要女明星啊，对耶，我以为他单身，你知道吗？他很爱他的老婆的，我三个小孩啦。欧阳妮妮，给你5秒钟的时间考虑，请考虑。8000元，卖不卖？不卖。没关系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哦，我们就把它放上我们的网站上面去卖，好不好？对对对。我相信一定，我觉得这一件衣服是刚好家里有那种差不多现在4岁年纪的5岁，然后他可以慢慢穿。可是你们家小孩感觉高一点哎。对，你们家那个品种太高。所以一般人搞不好可以穿到真的小学1、2年级都还可以。6岁就直接到这边。对啊，对啊，脚踝。对啊，其实真的很好看。我们发到网站上去，我觉得反正就是做一个爱心嘛，好不好？是，谢谢欧阳妮妮哦，谢谢。